其实在去年已经在台湾做第一次，但是我们希望说今年包含跟 Men's Mono 做结合，希望让这个声量更大，最主要是要推广台湾的这个运动文化、拳击文化。那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上班，上班族缺乏运动的时间，甚至没有太多运动的概念，那不如就借由这个机会挑战一下自己哦。我们是希望坊间各个白领阶级都能够，各个公司行号都能够让自己的职员啊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然后它类似一个康乐型的概念，让老板带着员工受训，然后在比赛的当天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像那个联谊会一样，然后看自己的员工在上面挑战自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，尤其这个活动源自于国外，那行之有年，那希望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能够慢慢的引领风潮。现在我们在做这样的东西，那希望各位。